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赵忠祥，欢迎大家来到荣耀全明星赛观众互动赛的现场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荣耀的世界。夏天到了，热浪袭人，荣耀的草原上又到了玩家们交手的季节，空气中充满着 PK 的味道。随着全明星赛的来临，玩家开始骚动，那里的强者正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魅力，粉丝被强者深深地吸引住，对强者表示崇拜。看来他和他的族群已经失去了领地，双方马上就要分出谁是捕食者，谁是猎物。双方同时开始释放伏龙翔天，都想要一击必杀带走对方。叶修的伏龙翔天突然转向，对手并没有躲开。哦，这是龙抬头，是荣耀草原上只属于叶修的看家本领。叶修赢了，他有惊无险地守护住了自己的领地。愿荣耀草原上的少年们都能成长为各种高手。电视剧《全职高手》，加油！